休息的歌曲，电视漫画角色出现在大家面头前，救援小英雄玻璃活动伫电手处来到台南，现场除了会当让小朋友来欣赏之外，也规划一些活动闯关游戏。这次是我们的玻璃小英雄第一次到台南做的一个互动的特展。那这次的展非常的特别，是我们除了有很多玻璃可以跟小朋友做拍照啦，小朋友看到很多玻璃陪他一起玩之外，我们也里面有十多个可以互动的一个游戏区域哈、哦。那有包括灭火的这个消防队，然后还有驾训班，小朋友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开着车子，然后在里面体验这个驾训的过程。透过闯关游戏，以轻松的方式，让小朋友知影各种交通安全、防灾、甲救援等相关知识。另外，阁有小朋友上喜欢的球池，以玻璃经典蓝色以及白色为基底，山池以经典的雪景为主题，边仔的导演活动会当让小朋友化身小英雄来进行比赛，非常的趣味。这次除了小朋友在里面玩一些互动游戏之外，我们每天也会有好几个场次，我们会有玻璃的这个现场跟小朋友做见面，那小朋友可以跟玻璃本人拍到照片，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应该是个非常难得的回忆。展场外口阁有侪侪周边商品，让小朋友会当选择。活动展览为今仔日开始，展出到明年的3月5日。跨年寒假春节，唔免惊无所在，带小朋友来放电咯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